我想玩游戏，你能把电脑还给我吗？再让哎呀呀看一遍。哎呦，你都看了三天了。哎呀呀才看了3333遍，哎呀呀现在要看第3334遍。哎呀，只卖998，只卖998。哎，这好像是我们学校。小童星李佳佳马上将在这里举办她的新专辑见面会，这是前方记者为大家带来的消息。哎呀呀，李佳佳要在可乐的学校办见面会啊。好像是她。不得了不得了，哎呀呀要去准备一下。哎呀呀，你要去准备什么呀？迎接李佳佳的雕像。啊，哎呀呀，你还要做一个她的雕像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确切的说，哎呀呀要把李佳佳变成雕像，哎呀呀真棒。啊，哎呀孩子们不能进不能进，赶紧走赶紧走回家啊，快快回家，没票不许进啊，快停，跟你们说过没有，没票不许进啊，赶紧回家，快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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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呀，咱们没票，人家不让进，咱们回家吧。要回家，可乐自己一个人回家好了。哎呀呀，今天一定要见到李佳佳，你不能把她变成雕塑。可乐同学，请问李佳佳的见面会会场在什么地方啊？没票不准进。我不用票，我是见面会的主持人。熊小姐不用票？对呀。哎，赶快告诉我会场在什么地方啊？那边。哦，那边啊，谢谢啊。哎。哎呀呀，你干嘛瞎指路啊？这是哎呀呀的一个计划，哎呀呀真棒！呼噜呼噜呼噜呼！哇！哎呀呀，为什么在不知道洗澡的时候叫不知道出来？同学，同学，哎呦，那边根本就没有会场，你告诉我会场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会场在那边了。秒睡，嗨，谢谢你啊！秒睡。秒睡！行了，不知道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回去吧。不知道讨厌在洗澡的时候被打倒。哎呀，你准备穿这个混进去？哎呀呀说了，哎呀呀有计划，哎呀最棒，哎呀最聪明。哎呀呀！经理，您请。哎，保安大哥，哎，那个后台在那块儿给演员送水。那么早？哎，好，后边走谢谢啊，谢谢。
有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来来来，哎呦，来，下面我宣布啊，李佳佳的见面会正式开始。唱歌拍广告的李佳佳，那你又没有当过雕像，怎么就知道不喜欢呢？来，哎呀呀，给你变成雕像。哎呀呀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难道你把金龙国的秘密暴露了吗？那就把所有人都变成雕像。哎呀呀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什么是自私？不是，你们踩不踩了、啊、总之不想把它变成雕像。为什么？不是这个，你们这两个小鬼，是他这个主持人他是冒充的，怎么办？哎，当然是跑了，跑！哎，跑了，跑了！停！别跑！佳佳。现在知道什么叫自私了吧？哎呀呀，知道了。哎呀呀，跟可乐保证以后再也不把人变成雕像了。好了，就原谅你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哎呀呀，跟可乐保证不把李佳佳变成雕像，可是哎呀呀想跟李佳佳照张相。哎，玩逃跑，那么大个人偶他们不可能带走啊。可是我都找遍了。坏人的声音，快，梯子！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把他弄到李佳佳那儿。可乐，快，快来帮忙！可乐。又叫不知道干嘛呀？知道，秒睡。秒睡。好了，不知道可以回去洗澡了。不知道不是工具，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快走吧！哎呀，可乐，等一下，没听见经纪人说要把人偶推到李佳佳那儿去吗？哎呀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哎呀呀，穿上人偶装就可以被推到李佳佳那儿了。这能行吗？没问题，可乐，藏好。哎，我咋在这儿睡着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能在见面会上说你不想唱歌呢？我想玩。你是明星，明星怎么能老想着玩呢？对不起。哎呦，佳佳，我们就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完了必须得练歌了，知道吗？还要练呀。佳佳。好吧。来，坐这儿。你歇着吧，我先去了。
候是哎呀呀。哎呀呀，你就是那个假扮的主持人，佳佳还记得。哎呀呀，真棒！你在这儿干嘛？哎呀呀，要跟佳佳拍张照片。又是拍照，来吧。可乐说让哎呀呀拍完照就回去，那佳佳能不能为哎呀呀笑一个？我笑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得练歌、练舞、拍广告，还有见面会。经纪人天天让我笑笑笑笑的，所以呢，我非常讨厌笑笑笑笑笑的。哼，明星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不想当明星，我想当一个普通的小孩。哎呀呀，可以帮佳佳当回小孩。哎呀呀，可以带佳佳出去玩。真的？真的？可是经纪人会发现的。嗯。可以用这个。好主意。咱们可以行动了吗？哦，来。没找着，那个就是车给我转过来。啊啊！腿呀！哦哦，站住！没路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想不想穿这套衣服？太棒了！都这个时候了，嘘，哎呀呀，自有办法。找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去了？人呢？佳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跟我走。带到家里来呀、可乐，看看是谁。你好，可乐，我是李佳佳。李佳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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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李佳佳，不是李佳佳佳佳佳佳佳。李佳佳，你能来我家是我的荣誉。哎呀，是荣貌。哎呀呀，真棒。啊，对，荣貌。不对，是荣幸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、没事，等着。李佳佳，这是我的零食，你吃一点吧。我真的能吃？只要你不嫌弃的话。太棒了！呀，啊，你是明星，怎么可能吃不到零食呢？必须能让我保持体重。吃不到呢，没想到你比我还可怜。你慢点吃，我那里还有。谢谢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怎么把你佳佳带到家里来？佳佳说想玩，哎呀呀就把佳佳带来了。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
哎哎，疼疼疼！笑一笑说了，疼是代表没有怎么。嗯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你没玩过？我来教你。看着啊，应该是你有可能不熟悉。看，应该这样摁这个。啊，敌人来了，打打打打！哎，好样的！你赢了！哎呀呀，李佳佳太棒了，刚玩就赢了可乐。我那是大意了。哎呀呀，给李佳佳买点奖励好了。咱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好啊！哎，一起玩，一起玩，来来来来，冲啊，冲啊！今天玩的太开心了。陪你玩我们也很开心，尤其是哎呀呀。佳佳，表演个节目吧，哎呀呀，请看。好。哎，好呀。嗯，我给你们跳一个舞吧。好。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李佳佳，你要走吗？嗯，晚上还有我的演唱会呢，我得回去准备一下。可是佳佳不是不喜欢那些工作吗？还有很多小朋友在等着我呢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可是和可乐还有哎呀呀一起玩，玩得很开心。佳佳别走了。哎呀呀，跟你们玩的真的很开心，但是呢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自私？对。哎呀呀，答应过可乐，哎呀呀，不能自私。哎呀呀，你想通了，哎呀呀，真棒，哎呀呀，真棒。可是佳佳要走了，哎呀呀，还是很伤心。没有人这样子对我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可乐，快把佳佳带走吧，要不然哎呀呀就后悔了。哎呀呀，你真棒，拜拜。呼噜呼噜呼噜呼！不知道忍无可忍了。哎呀呀，现在很伤心，不知道给哎呀呀秒睡不？不，不知道不是哎呀呀的工具，不知道不会秒睡哎呀呀。哎呀呀，都这么伤心了，不知道都不理，不知道很自私。自私。哎呀呀。自私是什么意思呀？不知道，现在不给哎呀呀秒睡就是自私。哎呀，秒睡！哎呀呀，也太任性了！不知道，不知道自私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要去问可乐。不知道，还是先洗澡吧。呼噜呼噜。不知道，不应该不知道自私是什么意思？问可乐。先洗澡。问可乐，先洗澡。问可乐，先洗澡。问可乐，先洗澡。不问可乐，先洗澡。问可乐，先洗澡。这个饮料怎么味道怪怪的？谢谢。你干嘛喝我的墨水？啊！嗯，别吵别吵，要颁发最佳新人奖了。得奖人是李佳佳。真的是李佳佳！啊，李佳佳，李佳佳真棒！哎呀呀，真棒，真棒！嗯，哎呀呀，李佳佳得奖了，你干什么不高兴啊？佳佳越来越有名了。
都不记得哎呀呀了。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和经纪人。这小孩根本就不认识哎呀呀，根本谈不上记不记得。胡说，佳佳是哎呀呀的好朋友。哎呀呀就喜欢白日做梦。最后我要用我的歌声感谢两位特别的朋友，新鲜的美梦好初朵，佳佳还记得哎呀呀，甜甜的秘密不能说，你记得可乐。这个小孩怎么会唱精灵的歌曲？是我哎呀呀教的，真棒，嘿嘿。6666岁的哎呀呀，居然会崇拜一个小孩，这是没救了。6666岁的小小居然会两次喝墨水，好伟大的国王，小小也没救了。